国防部庆祝建国一百年黄埔精神荣耀传承音乐会唱国歌。开始。没有军阀割据，万有帝国主义的侵扰，国父孙中山先生深感没有革命武力就无法扫除障碍，没有革命干部就不足以建军，因此他决定在广州黄埔创立陆军军官学校，培养革命青年成为信仰主义、训练有素的革命军骨干，担负起救国重任，挽救国家危亡。